控诉控三大地当了后，花莲的饭店关起来，是休困的已经有21间了。为了要救观光产业，对中央是有提供各类补助以外，即马花莲政府冇推出国外观光客奖励方案，要吸引国外游客来遮旅游。第一真出名的景点，在鲁谷白楼头前，今年旅游团的先员落车，大家拢真好奇嘛，真期待。就会在白楼头前翕相，我也去开直播记录花莲的美景。我们会去那个七星潭，还有夜市啊，还有太鲁阁，客人很喜欢，对啊，因为很漂亮。草团的领队表示，因来台湾的行程是6天，特别安排2天来花莲，因为花莲政府有补助团费，上济一暗一团是补助1200元，所以会让更加济外国的旅游团愿意参加。不过要是烦恼地动了后交通的问题，最困扰就是苏花的交通状况。其实我们都在随时盯着苏花公路公段的这个讯息，对，那也随时都在跟我们的海外客户保持回报跟联系。花莲管府表示，4月13日地动了后，积极推动国际观光复苏，透过永续游、花莲国内外团体旅游补助的方案，是成功吸引不少印尼游客，分四体拢总600多人来这行达。这样的一个补贴总金额大概2500万来说，其实已经快用完了哈。所以，若想要透过这样的补贴来到花莲的，不论是国内国外的朋友，我们都期望能够尽快的把握时间。不过，饭店的业者认为讲，即马各种的旅游补助，可能是增加人客来花莲的意愿。不过，花莲的大小率还是无起色，要怎持续吸引国内外观光客来遮？上歹处理的，恐惊还是交通不稳定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